哎，茱莉亚，给我看一下今天的商业新闻。日商界新闻共有十则，请问你要听第几则？听一下郭台铭的新闻好了。第七则，台铭网购20年，要为兴趣工作，请问你要听全文吗？好啊，可以让我听一下全文。大家认为我有很多财富，但是有谁晓得我内心快乐？